dulu ke bawah.酸头姜，然后加红葱先炒一下，ทำลูกฟูจะอีกเย็นเฉยมันตะไคร้15分钟七楼放进去炒一炒
然后放了咖喱酱，然后加一点咖喱粉，大概一点点就好，不用那么多。放一点盐巴，加一点砂糖，两个糖，炒一炒。然后盖起来大概15分钟，关门一下。我们打开了，先试试看。真好吃。挺瘦了，然后可以关。